你也毋是 mini care， 啊你也毋是足善吼，你就是在金银金啦吼，银铜铁按白金才有咧敬。你 insurance 甲你分做四项，啊，伊落你的每一张的 premium 拢无同，啊 ，hospital 也拢无同吼。我这个代志，我含保险公司的专家，啊，一个 agent 讲，啊，伊讲哦，我问讲啊，这贵，安尼要交几？伊讲伊唔知，我先生唔知，伊讲 market 足 confused， 伊就爱入去 computer 才会知。啊，我讲伊甲我讲 ，OK， 想讲 San Marino， 这个91108。我讲遐个人较贵些，伊讲唔是，遐个人有淡仔电脑俗，因为遐个人靠钱较袂破病。第一所生就电脑较贵，伊就爱去查较会知，所以是足 confuse 的一个代志，唔知影讲你遐交偌济。但是原则上就是讲，你我都选你的医生，我都选你，选你的病因，这种的选择是上 smart 的。哦，这就是讲你不讲insurance deduction 不上，哦。我跟你讲，这咱大家拢知啦。那天弄完这个算，啊，明天你替我念好。这是网络文章，我感觉袂歹，所以我写一下。你看无？你看无？我你配一个目镜。是汉文，你看无？哈哈哈！OK， 我念给你听。那老的是咩呐？把握时间，啊，要做你工作的，你大家嘛知。哦，啊，阳光心情人嘛知，啊，你看病，往生生老病死拢会嘛吼、哦，啊，你身体够哦，医生，迄个英语是我写英文，我无迄、那个，无中文的，我总爱写英文，唔是够医生啦，够好 good doctor， 唔是够医生，哦，啊，你身体够 good doctor， 啊，生命够上帝，安尼尔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村里人知，老先人。你也不放纵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我的意思，这我是抄来的，你的网络抄来的。你是讲不放纵，就是讲。我饮酒啊，食薰，拢讲。嘿啦。食薰啦。迄种的意思啦。啊，这句也是我抄的，这句咱大人知。人生实是安尼，这句我从少年的时候看到这句的 play， 我感觉哦，我足喜欢。这个 play 有名嘛吼？Newport 是 pray 大龙仔，就是讲上帝吼，予咱有宁静的心啦吼，啊，予咱有勇气，改变咱有法度改变，啊，予咱有这智慧，知影讲，什么时阵改变，什么唔免改变，啊，人生拢安尼啦，破病时阵是安尼，破病是活的时阵也是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人生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你有法度改变，一部分你无法度改变，啊，无法度改变免啦。后尾我想讲啊，免再免 Franklin 讲的，就是讲上帝要帮助什么人，你若帮助你家己，上帝帮助你。我想讲这免再免 Franklin 讲的，我真牛。我过去找吼，是免再免 Franklin， 为迄个 Greek 的 philosophy 抄来啦。这是为 Greek 开始的，迄个希腊人的、希腊的人。啊，讲到这就 summary 就是安怎，就是安尼尔。啊，你若讲到啥物，你若有趣味，讲一节目我会当来讲。但是你若像讲，有法度卖用一节目是较好，因为一节目的迄个 structure 吼，是 interest conflict。你敢有要知？即马即内底敢有人一节目的？开始是一节目内底上好的，你一节目吼。对着一只猫，哈？老就做歹，因为第一个申请，有阵仔我拄仔讲过吼，有阵仔会当治疗的时间申请啊袂当治疗。reference 嘿对，啊你去看医生，袂当看到你上好的医生，干那会当看到一个医生。无医也嘛好。啊，无医也好，啊这所以就是 commercialize， 你 you get what you pay for，
就比较人来讲的。吼、哦，啊，我 summary 就是讲，先讲的话，这是我意见尔，毋是讲拢对啦。我拄仔讲毋是对毋对的问题，所以我就想着讲，啊，我要讲一个 summary 是啥？我一个我的朋友，我的老师，啊，是我的好朋友，后尾我两个做伴了，伫开业 University Buffalo， 啊，有当啊讨论什么代志吼？伊讲，伊他妈，我来讲啥？讲东讲西，伊讲啊，一百人后，为即卖一百人后去吼 ，make no difference。啊，因某听了袂爽，讲 ，Morey， 伊咪有得 Morey， 伊 make difference now。吼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讲。就是安尼，无可奈何，就是安尼吼。啊，我去找伊食薰啦，啊，食到要死去啊。人劝着，因这拢要死啊。我要人劝着要死以前，我去找伊。啊，因太太讲，啊，恁两个出去外口讲古啦，讲古早的代志。啊，我两出去外口食薰，干呐，阮两个尔。哎，伊在咧讲古，我听。伊要做过罕见的迄个医生哦。啊，伊就讲东讲西，啊，我甲伊讲，莫咧。你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了，吼，无什么新鲜的对啦，因为我还没做熟，啊，伊拢因为我的中文名是长中哦，伊拢叫我倩，伊讲吼，伊讲 when you get older, even the same story gets better， 伊讲你很老吼，你看伊老伙仔常常咧讲老的故事，但是伊讲了足对，我感觉讲伊讲了对啦。啊，你感觉讲是安尼嘛，足无奈。但是 ，when you get older, even the same story gets better， 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我想着安尼，我中国也是啥，中国也做，而且，我阮一个同学做阿伯，我昨下下工了，伊还背互你听啊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花依照江土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有一日，咱遮大家拢会红 replace， 是讲咱拢会叫啊，安尼尔啦，多谢你。我再讲一个 California Advanced Medical Directive。哦、oh, ，OK，Good、okay. question。伊个 question 就是讲，恁来去入院吼，啊，因为咱拢想讲咱袂死，其实病院啊医生拢假设你会死，啊，所以你若要入去入院，就是表示讲你会死，有可能会死。啊，会死的时阵有一个代志，就是讲要甲你救啊，毋甲你救；要甲你插管啊，毋甲你插管。啊，你有啥物意思？你有啥物？要交代的事情，遐吼，你若要去入面的时阵，你着爱先写好。啊，即古早吼，Nixon 迄阵有做即个代志，啊，所以美国人大概从开始拢学起来，就是讲Nixon 讲伊若要翘起，啊，若无救，无希望，当个活的时阵，尽量唔当个插即个管，插即个 intracranial tube， 插咧到底吼没完没了，拖真久。啊，看你伫内拢无意思，所以你先本身讲伊袂插讲，啊，所以为了这以后，你着爱做这样代志，做这样代志，迄关系你个意思，啊，关系你个迄个阿叔吼，你个死了或是签名，还是安怎，你要什么什么，财产你拢有关系，啊，所以你着爱批票这样代志，伊观念着是讲，我讲两个观念底下毋免讲。就是讲，你要入眠以前，还是碰死，你着爱交代好势。要插管啊，毋插管；要来救无，吼、哦，还是你要安怎处理你个代志？但是安尼，咱若写迄个 living trust 就是，弄即个 medical instruction， 啊，迄个你若咧开始吼，伊拢叫你甲即个 document 弄伊。对，迄个就是你个法律个根据，因为这是一个法治国家，所以。叫花路行。All right, thank you so much. 我无介意花路行。